日前，秦岚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 T 台吃瓜大片，画面中秦岚身穿抹胸格子套装，露出优越的锁骨，一颦一笑都让人心动，夏日氛围感满分。淡淡的妆容，格子抹胸连体裤，这套组合的风格介于轻熟与少女之间，清新文艺又甜美可人。从近照来看，岁月好像没有在秦岚脸上留下什么痕迹，身材苗条，皮肤紧致，披着微卷秀发，演绎出甜美少女的气质。这组造型结合了格子元素，不仅增添了古典韵味，还彰显出清爽又不失优雅的女人味，着实秀了一把纤细的身材。利用连体裤的元素打造出立体化，彰显出精致又不失高级感，即便是简约的风格下，依旧是烘托出古典韵味和时尚气息。这身连体裤结合抹胸元素的设计，来实现清爽又不失干净利落，很好的烘托出精致的锁骨，进而打造出小香肩和紧颈线。虽然这套造型是以连体装为主，但是借用连体的线条进行搭配，一下子就能够烘托出腰线来，彰显出超模的气场。喜欢就订阅呗。